估计今天就曹操是不是很白，然后各位观众哦。干，全部人都说一波七耶，你要抽头，大家干的每个都刷七。我们来开箱喽，曹操头哦，昨天拿到七颗哦，一波七哦，估计今天就曹操是不是？来喽，各位观众哦，干！没关系，没事。他意思就是要我处死的意思就对了。但我是笨蛋吗？我也知道。他昨天让我中七颗，他今天应该会让我中一颗。一波七，收过去，来了。怎么样？找到头哦。一波七哦。哦啦哦啦哦啦！的切。OK 啦，没有问题啊，六颗草草可以的，行啊，这个机遇可以的，马上做一只草草出来，这个是不是要买了？必买，我总觉得你们是不是厂商啊？对啊，对啊，我真的觉得你们直接推坑了，草草。干，有没有帅啊？干，那动画做得很帅，出来吧，曹操。已经有了，我刚才按太快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的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，我是平白星，我老。